刚才谢谢你啊，好像每次我遇到麻烦，你都会突然的出现。你没事就好。搞成这样，等会儿肯定又要挨骂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二位一下。下面呢，正式进入两位的24小时模拟恋爱。第一个环节呢，是初遇下午茶，由男嘉宾给女嘉宾点餐，聊一下你们彼此感兴趣的话题啊。准备一下啊。初遇下午茶。哎，行。有意思。人类平均2到8秒会眨一次眼睛，就在过去的2分钟，我一眨不眨地看着你。可我只想闭上眼睛。我看到人第一眼，我就会看着他眼睛。你知道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什么吗？看到什么？未来，我们的未来。亚马逊里的蝴蝶挥动一下翅膀，就会引起美国德州的一场龙卷风。然而你的一举一动，都会在我的心里引发旷世海啸。那你要我干嘛？就这么坐着，让我住进你的心里，让我们默默相爱，寂静欢喜。Cheers。知道了吧？就按这个感觉来，多简单的事情啊！可是，可是什么可是？节目最后你要给他表白啊！你要撩他，撩他你就赢了，放轻松点。可是这跟平时不太一样。来，开始吧，准备，现场安静。Action！ 想吃点什么？蝴蝶，蝴蝶，一种亚马逊的蝴蝶。老大，看来咱们是找到了秘密武器，但是没找到使用说明。这针这么耗下去，今天肯定排不完。看，休息一下。来来，大家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谢谢。哎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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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先休息一下。什么来着？我想不起来了。轻松点了吗？我刚才看到那么多摄像机，我都不知道该往哪儿看，该说什么。你看着我说话就可以了，放轻松一点，他们会剪辑的，你怎么想就怎么做吧。真的吗？嗯。哎，老大，怎么会这样？他们没有照本，这咱们后面还要继续拍吗？不然我留一台摄像机在里面当摆设。啊。导演，哎，我有一个想法，应该能搞定这个问题。你说。小柔不是明星和演员，无法习惯面对这么多摄影机，所以我建议只留下一台摄影机，其他的就交给我吧。来点吗？嗯，我要不喝了，我一杯倒。好。对了，还没问你，你为什么参加这个节目啊？酬劳呗。果然你也是为了劳务费。五八是甜的吗？这冰淇淋特别好吃，你尝尝。都已经化了。来吧。在你心里，我是不是一个很可笑的人？为什么这么觉得？因为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特别狼狈，那个时候我被 Lucy 骂得特别难听，也不敢还嘴，
我只能偷偷的去橱窗。我告白了31次，没有一次成功的，而且又来参加这个节目。你有没有觉得我挺搞笑的？其实，坦白说，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好笑。来这个节目之前呢，我看了那个网上的评论，里面有好多是关于我的，里面好多人就说啊，一个女孩告白了31次，她简直就是超级无敌大花痴。还有的人说，一个女生主动去告白不自爱，活该你没有人爱。我在很多人心里都可能是个笑话，根本没必要去在意键盘侠的评论，他们其实并不了解你，也不会体会你的感受，所以那些评论一点都不重要。但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挺好笑的，我心里明明就很清楚，这个节目每句话每个台词每个场景都是精心设计过的，可我心里还是会保留一点点的幻想。我就想，如果我的诅咒真的因为这个节目破除了呢，也许我也可以像其他的女生一样收获一份爱情。这种感觉特别奇妙，就像是在机场等一艘船，你明知道他不回来你也等不到，但就是想一直去等。你真的这么相信这个诅咒吗？我已经告白了31次了，每次都失败。如果我说我不相信的话，那我这不就是在自欺欺人吗？完成，试试看。哇哦，我觉得这个冰淇淋跟你很像。为什么？你看这上面的黑色就像是笼罩在你身上的诅咒，但我相信有一天一定会有一个人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，给你松土浇水，还给你带去阳光，让你像一颗嫩芽一样茁壮成长，破土而出。你就会明白那些所谓的诅咒根本就是不存在。谢谢你啊，这么安慰我。那我宣布，我正式把这款冰淇淋命名为破咒冰淇淋。来，让我们为了破咒冰淇淋的诞生干杯。干杯。服务员，给我来一杯呗。老大，看来找到打开方式了。让我们为破咒冰淇淋的诞生干杯。干杯。怎么了？去趟洗手间，稍等我一下。社工，老大，那他们那个，让他们好好休息，明天别迟到。今天大家做的不错啊。导演组晚上到我房间来开会。啊？还开会啊？啊，放心，我会带着啤酒和鸭脖。走。你在听什么？给我也听听。认真自习。
服，我可以的。就两步，自己走回去就行了啊。没关系，我送你。嗯，不用，没问题，我可以。哎，老师啊，正找你呢，你赶紧过去试妆。现在啊，打你电话一直打不通，那服装老师都着急了。可是你一个人可以吗？没问题，去吧。走啊，老师。拜拜。走啊，老师。拜拜。拜拜拜拜，老师，快点快点，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了。回家了。哎。哟，诅咒美女啊，真巧。还没录完啊？啊？你这话的意思，我们没被选上杀青早，你不服气啊？当然不服啊！你凭啥不选我俩？你该不会真的没谈过恋爱？我还以为是广告呢。那这么说的话，你还从来没有……哎，行了，你没看人家都脸红了吗？估计啊，连初吻都没有呢。那倒是啊，哎，走走。谁还没有个初吻？有没有？关你们什么事啊？不就是初吻吗？他们这么早就来？就是啊，还有人给打扫卫生。冰箱里有饮料啊，自己拿。你怎么来这儿？要不是我反应够快，不然你早就被高跟鞋……哎，喝多了吧？别在这儿岔开话题，我就问你，你这三更半夜的，你在这儿想要干嘛呀？这回我问你才对吧？你在这儿干嘛？笑话，这儿是我的房间 ，mine， 我的房间，知道吗 ？mine，mine， 我的。你喝多了吧？段晨晨他们来了，快送回去吧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别搂搂抱抱的，男女授受不亲。我今天就在这跟你说，我对你没有兴趣。我对你这样的零经验人士也毫无兴趣，姑家连初吻都没有呢。谁说我没有经验？醒醒啊！你说你，真是会挑地方啊！哎，不是你给我买两个鸭脖吗？明明说的是鸭脖。真是，你等会儿吧，等着老大训你吧。该迟到的这么准时。来了。
来了来了。我们还以为你不在呢。就是啊。哎，涛，咱们今天是不是核对一下明天行程啊？我觉得吧，我们明天再聊啊。行，行，行，坐坐坐。既然都来了，咱们今天晚上必须聊清楚，对不对？就是啊。我觉得啊，我们明天再聊，早上脑子比较清醒一点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来了来了，赶紧的。咱们干这行就是晚上是最清醒的，最精神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对。你不用管我们啊，来来来，咱们边吃边聊，来。哎，老大，接吻的感觉如何呀？嗯，接吻？胡说什么呀你？是不是很美味？很美味，美味。鸭舌。老大，我每次吃鸭舌的时候，都觉得自己跟一只长嘴鸭在接吻，总是怕它咬到我的舌头。那你还吃啊？好吃啊。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什么什么声音啊？你们是不是太累了？啊，都出现幻听了？没有啊，我刚听到了。哎，喂，轻点！这隔壁啊，他们小情侣吵架老是摔东西，我投诉你们啊！来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，我们继续开会啊！啊，我开电视。啊，我这个声音太轻了。林汉姆森林队下半时比赛，下半时的比赛进行了15分钟多一点点。现在场上的比分呢，1-0，阿森纳队老大暂时领先。这个球是下半时这个声音太吵了，能不能关掉？博格坎普，你说什么？我说电视声音太吵了，能不能关掉？不可以，这是我最喜欢的足球比赛。不是，这是洛普的经典比赛，百看不厌。现在排名第三的，那我开始了啊！我开始了啊！这场比赛是明天第二个环节是蹦极，这个蹦极没问题。如果阿森纳队能够战胜诺丁汉姆森林队，那时间非常好。我还没说时间呢，几点都可以，我相信你。那第三就是转场方式及路线，我觉得这样。经济又实惠，我觉得 OK。你们现在越来越知道我要什么，这太好了。啊，我觉得我们的沟通效率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好。你怎么了，老大？我觉得这好像过期了。不行，我得上个厕所。我上个厕所啊！我去，你我去。我也肚子疼，我先去啊。你们先回去吧，就按那个开会的刚才开会就的流程来啊。好，那就这样。你完蛋了你。哼，你完蛋了你。怎么又怪我？哎，你别走啊。啊，这。现在是深夜12:04，这个时段的工作人员和剧组人员都已经入睡了，酒店过道肯定是空的。如果我悄悄地把他背回房间，被熟人撞见的概率在5%以下，这是最佳方案。嗯，你房卡呢？啊，醒醒醒醒！啊，你别弄啊！
你好，还有房间吗？不好意思，已经没有房间了。你再确认一下。不好意思，真的没有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至少昨天晚上有进步，没有睡在外面。303，导演的房间。疯了疯了疯了！昨天晚上到底是发生什么了呀？林小柔，我就告诉你，你这个贼，不要问了，喝酒。这么早来打扰您，小柔。哎呀，这么巧啊！你也来找导演吧？哦，我住旁边，现在去吃早餐。哦，你找导演？对，我来找导演拿脚本。你不是知道吗？我这人脑子挺笨的，就想早点拿到脚本可以看一看。导演不在吗？哦，对，在啊，他在换衣服。嗯。哦。导演，哦，那他你醒了？导演，我等一下再来找你拿脚本，我有点急事，先走了。你一晚上没睡啊？啊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千万冷静。他昨天都没有住在这里，就说明什么都没有发生啊。身正不怕影子斜。
坐。哎，这位置正好。哎，怎么那么准？热死了，空调对着我吹。哎，你别呀！干嘛跟露丝玩？烦人。我也热呀。怎么回事？身体不舒服啊？没事，我有点晕车。要不要喝水？我这还有一个更好的。小柔，嗯，你那是什么呀？晕车药，我也不太舒服，你给我一粒。我也有，我也有，我也有。两粒一起吃，效果更好啊。嗯。还有人要晕车药吗？给我一片，我也要。哦，行。我也要一片。我也要晕车。那个，你帮我传一下给他们。啊，我来。还有半个小时到目的地了，大家再坚持一下。好啊。好。你有不舒服吗？给你也来两粒。你干嘛动我的药啊？啊？这是我带的晕车药。你瞪大眼睛看仔细了。好像是有点不太一样。这是安眠药。不是晕车药啊！这才是你的药。怎么了？麒麟，麒麟，对不起啊！对不起，你只会说对不起吗？就这两个药长得有点太像了。太像？哪里像了？麒麟，这么简单英文都分不清楚吗？这要是别的药，后果你能承担吗？老大，这怎么办呢？都睡着了，不好意思啊。这怎么办呀？对不起，麒麟，滚，醒醒，麒麟，起。喝水吧，不用了。那我替你删吧。哎，不用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。老大，这药效也太强了吧，都睡两个多小时了。托他的福，要不是我亲眼看到，
我都要打电话去药监局举报了。你这失眠症也够顽固的了。下面什么流程？下面是上摩天轮，给男女嘉宾分别录一段内心独白，说一说彼此接触下来的印象。准备开录吧。不是，咱这摄影大哥还睡着呢。我技术比他好吧？不是，可是，时间没机会给你可是。开始吧。哎，你们两个谁先上去录节目？来，女士优先吧。我不去，他们还没醒呢。哎，你先上去，刚好歇会儿，我帮你删。啊，没错，你要是累坏了就没法录节目了。先喝口水。谢谢郑哥。没事儿，昨天晚上明珠给我打电话，再三叮嘱我一定要照顾好你。我知道了，那我先去换装。那，来，准备开工。走吧，老大。导演好。有恐高症吗？幽闭恐惧症呢？不会添乱的吧？我保证不会添乱的。来吧。准备就绪，开动。这两天给你添麻烦了，我真的以为那个是晕车药。说对男嘉宾的印象。哦，对，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，总会在我难受、受伤的时候出现，就像雨后的彩虹一样，给人惊喜和开心。麒麟，醒醒。醒了啊！我这是怎么了？晕车了。晕车？我这是在哪？哎，他们都怎么了？思维，思维，快醒醒，醒醒！哎，我来。开饭了！蒸羊羔，蒸秋冷，蒸鹿羊。烧花鸭，烧雏鸡，烧子鹅。哪呢？想什么呢？看看在哪儿呢？快醒醒！哎，你都醒了吗？醒了吗？快醒醒啊！啊，喝水吧。哦，谢谢。怎么办呢？总之，他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，就像是久别重逢的好朋友一样。不管这个节目的结果会是什么样，我都很开心能认识这样一个好朋友。没事吧？谢谢啊。怎么回事？郑铮啊，你去看一下。啊，好。走这条路的，这条路近呢，近，多危险啊！这山路容易出事故。我这昨天晚上跟你汇报了，你同意我才敢走这条路的。我同意。对啊，昨天晚上啊。那第三就是转找方式及路线，我觉得这经济又实惠，我觉得 OK。啊，我是同意了。那这个。怎么办呢，老大？
二三，加油！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来，加油力！咱们女生也来帮忙吧。好，都来帮忙。一二三，三，使劲儿啊！大家都快使劲儿！三，一，二，三，一，二，三，一，二，三。好吧，那就上车。